吃饭。我今天在公司直播，谢谢瑞龙的夏日祭点赞。他们今天吃披萨，然后因为我刚好在公司，所以我也有分到两块。今天在公司签名签八单的专辑，就是之后可能有出去宣传的话，就可以送主持人啊什么的，所以签到刚刚，然后还有签给你们的，我还没有签完，先吃饭，等一下播完再继续签。谢谢 David 的告白气球，大家晚安。看起来好好吃，要先吃这个。这个好像是什么海陆，然后芝心饼皮的，试看看。大大鸡吗？上面有虾子，还有这个是什么？好香哦，刚刚才到，热腾腾的，看起来是菠菜。好吃耶，好像是什么贝，某种贝类，但我叫不出名字。一进来就被食物暴击，你们还没吃吗？已经八点了耶。吃菠菜会变大力仓鼠吗？会哦。不是北极贝，大力仓鼠。饮料，我不喝饮料，我有水。两片吃不饱，两片够了，两片很多哎，是大披萨。我只是借，因为我要直播，我就借了个人披萨的盒子。因为有一个姐姐是吃素食的，所以她单点一个个人素食披萨，那个是大披萨的两片。啊，其实公司还有零食，忘记拿过来。这个口味好像是什么松露海鲜松露披萨，很好吃的，它有那个奶油白酱的味道。谢谢博晨的真情告白，我吃两片就够了。要吃三片也可以，可是三片就有点饱。好像是新的口味。这个很好吃，因为我喜欢芝心饼，因为我是老鼠，我喜欢吃食。因为它虾子很大只。幸福。
有加两倍气势吗？没有，知心饼皮。两杯其实太罪恶了，等等吃完再跟大家一起玩维京崛起。谢谢 David 的行李箱。昨天鼠妈已经回澳门了，我的战力很高，怎么会？大家，我再强调一下，我是没有氪金的哦。所以没有氪金也是可以冲到，我现在是多少？200万战力差不多。哦，然后我要再讲一下那个规则，就是我们拿到看板的条件。昨天我们又再开了一次会，然后他们说。是要有50个粉丝达到首领大厅23级，然后要有2个粉丝是啊，怎么办？我开会开太晚。又忘记了，达到多少啊？一个人的粉丝要达到首领大厅21就可以了吗？我怎么21吗？好像是，然后要有2个人是23等，应该是这样，我记得。而且要。首领大厅要23等的要50个，然后有2个要战力1000万，好像是这样，所以总共要有52个人。对。然后我觉得，对不起，我听听就忘记了。哦，50个要21等，没有一个人要50个粉丝，首领大厅21等，然后跟战力1000万的2个，然后这样子的有这样子条件的成员要有5个，听说是这样子，对。但是蛮难达成的，所以，但是我觉得1000万战力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首领大厅23等，这个没有很困难，因为连我自己我是没有氪金的，我现在都已经首领大厅已经17还是18，哎，我看一下。所以我觉得首领大厅，哎，大概是21，是不是？我觉得21其实没有很困难。我看一下我现在多少，哦，我18了，是不是？我连自己的都不知道了。对啊，我完全无氪金，我都已经18了。我距离21，而且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越早开始玩是越有利的。23无氪到不了，真的吗？
我觉得我可以耶，因为他其实有送蛮多那个加速的，只是我现在的问题比起加速比较是资源不足，所以我没事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采集，特别是那个食物跟食材，我最近木材也不够，升20就差很多了哦。对，越玩到后面真的是很缺资源，而且我之前宝石我都是存着，想说要买厉害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宝石我都拿去买资源了，我昨天花了10000去买资源，因为我真的没有资源了，才不够。我连学院做那个研究也都不够哎，我之前都是像我之前去什么发现维京人的基地，他不是就可以选你要选步兵还是那个加速，我每次都是选加速，然后我现在觉得我那么多加速，然后可是我的资源产出根本就赶不上。对，我现在18等已经有4堆猎了，可是还是很不够。我觉得前期就是会慢慢存红宝石，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有宝石我就花，因为反正我就这一个月我就是花到破产也没关系啊。然后他现在那个地下活动，地下活动那叫啥呀？就是神秘圣地，就是那个地下的那个东东，还送蛮多东西的，所以就是好好破。我现在在地下20层，罗洛的挑战，我在第几层啊？忘记了，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在地下层。对，但我只是想说，其实现在你还有时间，21等，我自己没有氪金的状况下，应该我现在已经18、19、20而已，再升3个等，但是一定要用加速啦，因为我加速是不缺，我就是缺资源升不上去而已。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不算在战力里面的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氪金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我相信厂商是希望大家氪金的吧，就是他这样他就是为了赚钱啊。但是我的话，我只是想看看我不氪金的话有没有办法在一个月达到21等。对，但是还是一样啦，就是大家玩得开心最重要。我也没想过我有一天跟大家一起玩这种怎么战略性的游戏嘛，我觉得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因为毕竟玩这个游戏也是挺花时间的，然后因为我9月份我就开学了嘛，所以到时候应该没什么时间可以像现在这样子玩，而且之后还有8单的握手会啊活动什么的，就是希望大家玩游戏的话就是理性理性开心玩啊，开心玩，就是毕竟我们后面还有握手会，还有其他的活动，还想要见到大家。大家不要，你知道，为了游戏倾家荡产。它只是一个游戏，就是氪金的话就适量就好了。对，然后不氪金的话，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达到21啦。我现在是18。理性到快1周没打开哦，你是不是今天被我踢出部落的？我今天因为其实我是部族的首领嘛，然后他都会寄那个 email
给我嘛，就是不是 email 啦，就是游戏里的系统，它会有邮件，它就会出，它会寄不活跃成员报告，然后它就会说，以下成员有一定时间没登入游戏了，然后有那种一天没登入，他就寄信给我了，就说这一天没，我想说一天没登入还好吧，就是我今天把两个移除的成员是。已经超过一个礼拜的我才移除，所以我刚刚有说一个礼拜没登录的，可能是不是你傲气江湖吗？哎，我说真的，你们游戏里面取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啊！内湖李光洙，我有这个粉丝吗？我这都不知道谁是谁耶。但是对大家一两天没上线没事的，我不会把你们踢掉的。但我就是想说稍微清一下。把，因为他每天都会寄信过来，我就是把七八天超过一个礼拜没登录的，我才移除不足这样子。里面很多人我都不知道谁是谁耶，你们为什么游戏里取的名字都太中二了？我不知道谁是谁。有人氪了5000，我没有氪，今晚的跟5000的差不多，氪5000差不多，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子？是我玩的太认真了，还是你们太不认真了？但是我会冲那么快，是因为我之前为了要拿到那个，之前有一个活动啦，就是好像是属于新手任务的一个嘛，我忘记那活动是什么了。反正那活动就是要冲等级，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加速什么都用很快。对，早知道就不取那么正常的名字了，那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谁的啦。那先继续吃。改名字，可是改名字要花钱耶，改名字很贵耶。不要啦，把钱拿去买资源呐，我们现在很缺资源，拿去改名字干嘛？钱要花在刀口。嗯，有送改名字，有吗？我每个人都有吗？在哪一类啊？哪里有改名词？改名词在哪里？哎，我也是，我跟你们讲，我都是买资源，我一定都要买。云游商人有打折的我才买，没有打折的我是不会买的，跟我平常消费习惯一样，我只买打折的。其他有改名词，我怎么没有啊？为什么我没有改名词？我有千层的。我没有改名词了，酒馆老板也会买，可是他没有打折，我就不会买。对，游戏也要精打细算，那种什么打9折的，我是不会买的。打1折的，我管他我需不需要这东西，我都买。你们有那么多改名词，为什么我没有？还是那个？你们输入我，你们从我这边下载的6000元礼包里有包括改名词吗？对啊，我只买打折品啊，钱不是宝石就是这样子省了。为什么我都没有改名词？看一下，我没有改名词哎。地下城很多东西都会打折哦，对，但是我也是会看打折的，我都买。
有些用不到的也先买着，反正之后升等上去就会用到了。像现在我就是开始要，我现在有那个铁匠铺了嘛，就是可以打造那叫啥装备。可是我的资源还不够，所以我有铁匠铺，可是我还没有任何的装备。对，厂商没有送，没有，厂商都对啊，厂商需要我们跟你们一起从零开始。对，谢谢阿秋的蜂蜜柠檬水。快说好话，厂商就会送我了吗？前两次有厂商之力，前两次是什么？宠物岛吗？还是什么王国纪元呢？哦，王国有送东西哦。我没有玩过王国纪元，那我觉得维京崛起还蛮复杂的。王国不够还可以吃药，这个比王国复杂，然后资源不够，还是其实我们可以吃药，说我们资源不够啊。没算了，但是如果要的话，就没有跟你们一起玩的感觉了，我就等于我开外挂了。我现在也等级18了啊，搞不好我自己就可以升到21了，因为我加速真的还有很多，我只是缺资源而已。玩了好几天才理解这游戏怎么玩，我玩了。现在玩多久？快两个礼拜，我才慢慢理解。而且那天不是那个吗？5周年结束的时候有些人有抽中可以签名，签在票根上面。然后我就问了其中一个粉丝，我说：“哎，最近玩那个《维京崛起》有就觉得好玩吗？怎么样之类？”然后粉丝就说。都不知道在玩什么欸，然后那个粉丝他战力在部落里面就是前5名的，然后就觉得跟我一样欸，我也是欸，我本人欸，我现在还有在前5吗？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被挤下去了。我发现有些人升很快，一定是有氪金。2、3、4、5，有，我现在还在刚好第5名。没想到，我也是在前5名，然后还没有搞清楚这游戏在干嘛的，就一直点点点这样。对，就是看到很多红点点，就是强迫症受不了，就哎，然后就就战力现在就第5名了这样。我之前前3，我现在掉下来了，我不能输你们。我现在真的是缺资源，我觉得我是输在前期，我太笨了，因为我没有玩过这种类型的游戏，所以我前面等于。我兵什么都空在那边，我应该要睡觉的时候就让派我的兵去采集，这样我资源就不会缺。然后我前面等于全部那个星期都是浪费掉的。然后像那个新手任务也是，我比你们早玩4天，但是那4天都是浪费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公司叫我们先下载创部组。然后到时候再邀你们进来，可是
他就有说，有条件是我们首领当天不能超过五等的样子，因为超过的话就到时候就不能够用移民还是什么功能之类，所以我们等于前面先办了账号，但是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熟悉那个游戏之后，然后开始的时候再跟你们同时，我再办一个账号，就重新开始是比较好的。还有包括那个伺服器也是，应该要就是到新的伺服器，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比较对。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大家都没搞清楚怎么玩，所以就比较辛苦一点。对，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的话，我就疯狂采集。我现在就不用，我现在一直在等他收资源，然后又采集很慢。我看我现在全部都在采九桃，还要2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好久。他们没有教我们玩，我真的，我也觉得厂商为什么不说？厂商永远是对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说，就是有些成员是提早一个月说会有这个合作的时候，他们就先玩，然后那时候的伺服器就是大家现在在337嘛，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比较先玩了一个月，所以比较熟悉，所以就叫我们都搬去337玩，就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就我没搞清楚伺服器差在哪里，我后来才知道，哦，会数字越大就是最新开的嘛，反正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自己也没搞清楚，所以就这样子了。然后我刚才讲到啥，就是游戏开始前我们是有跟厂商开过一次那个线上的视讯会议，但没有开镜头啦，反正就是线上会议。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说，哎，那我们就所有成员就是一起搬到同一个伺服器，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先，我们那时候就为了加同一个部族嘛，所以就搬到同一个伺服器加同一个部族，然后就互相协作就可以升比较快，那时候是这样子说的。然后因为我也没搞清楚，就跟着大家一起，反正很奇怪啊，那时候跟厂商开会，那厂商也没说，可是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新的伺服器会比较对我们有利什么，就他也没讲，他就让我们就这样傻傻的就搬过去了。所以主要是没说，我那时候没搞清楚嘛，反正厂商永远是对的。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就变成现在这样子，这样子。对，但是结论就是厂商永远是对的。好，对，反正就是现在这样，反正总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这个月嘛，我们我们大家约好了，我们反正我们玩这个游戏就是应该。大家好，没事，我们先好，先这样好了。没有，我只是很想要去打别人家，但我觉得要忍住，你知道，就是我很想要约这个活动的，我们这个活动是到9月11号嘛，我想要大家要不要最后一天去打别人？反正我们就全部烧光光，打死我们算，我们烧光光，反正我们一个月以后也都给他们啊，对不对？反正我们只是现在需要战力而已。然后大家不要冲动，不是现在，对，我们先这一个月大家先努力升级自己的首领大厅。对，就别乱打，人家打了啥都没了。我们最后一天大家再打。对不起，我吃一下。已经没有后顾了。就是那为了我们这一个月的努力，就是举火狂欢的概念，好想烧别人家。我上次烧过一次之后，觉得非常漂亮。先不
论那个地下天看板，我们先不管他拿不拿得到嘛，反正我们不要让数字太难看嘛，然后能够达到一个是一个，对吧？常常说要50个达到21的人，我们也就能达到就达到呗，我也在努力。我们有灭了2家，有我领地内有一个其他家，上次不是打过了吗？是同一个吗？你说那个 B 席的吗？我来看看哪里有别人，我们来打。Affordable 在哪里？找不到，我觉得这个游戏对路痴不友善，我常常都搞不清楚在哪里。走那个地下城的时候也是，我常常走一走都不知道那个地方走过没。然后我每次要按进入下一层的时候，他就说还有没有探索的宝箱跟奖励没有拿取，然后问我确定要进下一层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看一轮，然后看一看又不知道自己看到哪里，然后我就好生气，想说算了，人没拿到就算了，直接去下一层，根本就找不到，然后都很暗，都会迷路。那上面有地图，有啊，可是这很复杂，我就不太会看地图啊，对啊，根本就搞不清楚。谢谢 David 的快乐星球，就那个就地图就很复杂，然后你又暗摸摸的，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地图我根本就没有，我真的不太会看地图。免费的没拿到，我居然舍得吗？可是我也舍不得大家花钱。我会把所有罐子箱子都踢破吗？会啊，因为那个里面都有藏资源的，我很缺资源。符文很难找，符文是什么啊？小地图可以点击让他们想，我知道啊，可是我每次我明明就探索完了，他就是有时候说我还是有没探索到，然后我看了好几次，就真的找不到路啊。没有开过隐藏房间，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人在上歌唱课啊？应该是喜欢的。收集3个符文会有隐藏房间啊？有这个东西哦！啊，我都到20层了，我都没看过。啊，等一下，那是什么？符文是什么？等一下，哎，我先把这口吃完，你们跟我讲讲讲。啊！要更自由自在，随着大地的崇拜。让他去吧，随着沿海地带漂流在外。嘿，那是虾米？地下会有暗暗的房，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都知道啊？等一下，我现在要下去地下，我先去神秘圣地，这两个都有，对不对？地图上有时候会出现发光的东西。
还没找到所有宝箱，所以就是该找了。好，所以我就是没有找到隐藏的那个东东。不是每层楼都有。嗯，我现在在，我现在在20层。3-4层才出一次，我看一下20层有没有。嗯，20层没有。我每破10层就会获得很多奖励耶！我现在他送很多食材哦。30层以后好难打，嗯，那要赶快升等才行。我今天本来想要去买龟鸡，因为我的券这个月底就到期，可是今天下午雨下好大，所以就没有去买。还有一块这个，等一下炸排骨之类的，去看看。嗯，吃到粉而已。嗯，都是粉耶，不知道我在吃啥。通常会有两个房间各出一个符文，另外一个在路上。嗯。先找看看，都是皮，不是皮耶，是粉。找不到肉耶。没有肉，有肉味的粉。不够我塞牙缝，有肉，但大概是绞肉，然后裹一个粉，让它变成一块肉的样子。嗯，还好。吃完，有点想喝饮料，可是公司附近没有龟鸡。肉菜也，原来在这忘记吃了。说什么呢？我还配合你们呢，嘿。我的券还没有，还没啊。我给爷爷奶奶2张，然后前几天。鼠爸鼠妈回来的时候也用了1张，但是我们3个人一起喝一杯，因为鼠爸鼠妈说他们年纪大了不敢喝饮料太甜，然后我点3分糖而已，然后他们就只喝一点点。我就跟他们说我的券月底要到期了，他们都不帮我喝，所以我现在还有2张券啊。鼠爸还在家，现在我跟鼠爸在家相依为命。然后因为昨天鼠妈要走了，然后我很难过，我大哭，就是因为鼠爸比较凶，然后鼠妈就很爱我。因为像这次5周年表演啊，原本我也是找鼠爸鼠妈去看嘛，然后鼠妈就是很期待要来看表演，因为就是他们都在澳门，没有什么机会看。然后我就说那找爸爸一起看啊，才陪你一起去嘛，就一个人看比较无聊啊，就说可以一起看。然后
鼠妈就说鼠爸不来看，然后我都已经登记了公关卷，然后他就说他不去看，然后我就很难过嘛，然后鼠妈说没关系，我死都会把爸爸拖过去看表演，然后我想说是也不用这样，也不想看就算了，对，然后反正后来还是有去看啦、啊，然后就鼠爸的个性就是也比较硬嘛，他也就是不喜欢我做这个行业，对，所以就是他们看完表演，我也不敢问他们感想还是什么的，因为感觉问了之后，他们只会说好了，好好读书，找正当工作什么。我想说我的工作也没有不正当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但是鼠妈的话，比起鼠爸，他是比较关心我在干嘛，然后有时候也会看我直播。但是鼠爸是就是到现在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对，所以昨天鼠妈要走的时候，我就很难过，我想说，就是鼠妈走的话，那就只剩我跟爸爸，然后爸爸都很凶，他都会骂我，然后他也会骂我说，我讲话都不像30岁的人啊，他都说我都不正常，他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可是。我就觉得我又没有不正常，是他生的，他们生的我，我又没有不正常。对，所以我昨天就很难过，我就说鼠妈走了，那就是原本是谢谢 David 的啾啾你哦，就原本是鼠爸会骂鼠妈嘛，就说你是太宠小孩了什么这样子。然后那鼠妈走的话就说那就剩下我一个人被骂，然后因为奶奶现在去度蜜月，她去欧洲度蜜月，她要去一个礼拜吧，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就想到我这一个礼拜不是一个礼拜，鼠爸要继续待，他要待一个月，因为他退休了，然后我想说那我这一个月我跟鼠爸两个人干的，那不都我被骂了吗？然后我想到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一直大哭。对，然后鼠妈就有跟鼠爸说，我回去澳门，你不可以骂我家妹妹哦，这样子。对，就鼠妈有帮我求情，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跟鼠爸度过了和平的第一天，我都有很听话，我昨天还跟他去投币洗衣店洗衣服。洗我的那个葵瓜子跟仓鼠，我都有很听话，然后他叫我洗碗我就洗碗，都很听话，因为我怕被骂。可是我不知道一个月后的我是不是还如此开朗，还剩点，他们回来一个礼拜了，所以还有3个礼拜。难怪我在公司看，没有，我那天在家里开直播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很早就睡觉了，然后等于我直播播到11点，他们都等于他们也要等我直播播完才睡得着，因为我直播会放音乐啊，然后讲话什么的。对，奶奶逃离战场，奶奶，对，所以我很害怕。假装公司忙一直往外跑，可是现在最近因为都会下那个午后雷阵雨，我也不想出门。抱奶奶大腿说什么啥话呢？奶奶大腿是能抱的吗？奶奶不要害到我就好了。我常常都很可怜，我都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每次骂奶奶的时候啊，我都一起被骂，就是他们都会说，啊，你们两个都一样啊，两个女儿都一样坏。然后我说，两个女儿都一样，两个我哪有，就是每次我都会莫名其妙一起被骂。对，很可怜。抱爸爸大腿，我不敢，爸爸好凶。对，连坐法真的从小就是连坐法的，就是
奶奶的个性就比较古怪一点嘛，然后每次都会两个一起被打。他们说这样子才公平。不是爸爸，因为他退休了，然后他像家里面啊，就是我们家其实是老旧公寓嘛，然后有些地方就是水电工的部分还是需要爸爸来，你知道，就是有些墙壁已经有一些裂缝还是漏水什么的，所以爸爸就说他想回来一个月，就是一天补一点，因为爸爸也就是年纪也大了嘛，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子可能一个礼拜啊一天就粉刷完什么的，对，所以他反正这次他就想说反正他退休也没事，就一个月待在这里，然后就一天补一点点，然后就让家里看起来不要那么，就是有一些年久失修的部分啊，就是该修的修修，因为我跟奶奶也不太会用，然后平常顶多就换个灯泡什么还可以，但是真的太复杂的那些水电的部分就是我们也不会。房子在弄垮之前抢救，而且对，而且因为之前大地震好几次，真的我们这老旧公寓真的是有些地方看起来是随时要垮掉的感觉，很可怕，所以就补一补这样子。晚安。租屋处也要修缮要啊，租的地方也是要修缮，只是如果是外面租的地方可能修缮的部分是房东负担嘛，就是比较技术性质，还得是爸爸。对，一般人家里可能会去外面找师傅来修，但是因为我爸爸他以前也有做过这种，所以他也会。对，我爸爸什么都会，所以他就自己弄，就是家里粉刷什么都自己来。我其实我也可以啊，只是可能刷起来就没那么平均嘛。其实我也可以帮忙。把顶楼水管的白饭挖出来，没有从水管倒，我是从那个窗户那里直接倒下去，才没有经过水管呢。我说我小时候不吃饭，这个真的不，大家不要学，我小时候真的不懂事哦，就是我不喜欢吃饭，然后就把饭从楼上直接倒下去，但是我不是从水管倒，我是真的直接就是，如果，但是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巷底，所以就还好，但是如果我们家是住在那种叫路中间，然后楼下还有行人经过那种，我的饭就是等于就是直接从那个楼上就这样倒下去，所以可能有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会突然，怎么头上有饭这样子，就会一下被抓到，会都会被检举，就大家真的不要学，我小时候真的不懂事，但是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巷底，所以没有人会经过，但这真的。真的，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我。我现在都不浪费食物，我都好好吃饭。我小时候真的太坏了，坏透了。对，我现在反省，我知道错了。对，小时候真的就自以为聪明，想说，从上面掉下去就不会被发现了啊，这样。20年前走在路上被倒白饭，那一定不是我，因为我们家是在巷底，就是最底，不可能有人经过的。说不定有游民被我拯救，我们家那个地方不会有游民，连游民都不屑来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是没有鸟不生蛋有鸟啊，就是，但是真的太乡下了，真的是没有什么人烟稀少。被抓到有被打吗？当然有啊，小时候都是被打到大的，脸都打肿了，本来脸好瘦。会找得到白饭花食吗？应该可能被野猫野狗吃掉了吧。我搞不好我都救活了不少野猫野狗他们没有饭吃，然后靠我的剩饭。对，搞不好意外养了一些动物，然后他们长大之后来跟我报恩。难怪我都觉得我傻傻的，怎么活
活到现在哦，有时候我可能有没有就是出什么事情的时候，因为动物其实是很有灵性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我，比如说我车祸还是什么，那些小动物可能会来帮忙我什么之类的，我幻想啊，对不对？尤其我他们以前被我养活了吧，差点都饿死了那些小动物。来福就是被我养大的，哎，来福我不知道哎，这我不知道。来福那时候在了吗？好像还不在哎，来福好像是后来才来的。嗯，难怪我家里生态那么丰富。你说那些生态系都是被我养大的动物吗？来福最近都没有声音，哎，我最近比较少在家里开直播，我是来福年纪大了，比较不爱叫了。好，我现在要来玩我的围巾崛起。等一下，你们刚才说什么地上有发光的东东？我打看一下，但是我要先去采集一下，因为我真的是，我现在真的是里面啥都没有，什么东西都缺，木头跟食材都缺。我先去采集一下，刚获得很多食材，但也不够生的，嗯，困难。哎，对，我想要问你们一个笨问题。采加快采有开，早上有开，但好像现在可以再开一下。那个就是啊，我现在采集的时候啊，我都会从这边按每日任务，然后就会有一个大地图采集什么金矿还是食材，然后我按前往之后啊，然后我用收等一下，对不起，重来。就是我现在是按就左上角这边的每日任务，然后他就会说大地图采集金矿，然后我按前往之后，然后他就会跳出这个，然后就可以选我要采集什么东西，对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叫出来，就是因为我每次按的时候都觉得好麻烦哦，就是我一定要透过那边按才会出来，但是他有没有快速的方法可以出来？哦，左下角有一个搜寻，我玩了两个礼拜，我每次都觉得我每次只是要采集东西，那我都要就是从这边你知道点这个，然后每日任务，然后还要往下滑滑找到他说采集的那个按前往。然后我现在又没有要采金矿，然后我还要再选我要采的，我觉得很麻烦。然后我说，哦，那个放大镜是这样子用的哦。我其实之前就想问了，原来是这样子。战力输我的，对啊，战力，哎，怎么办？我完成这样子，你们战力输我。我现在在部族里面战力排名第五啊，然后我现在部族是有53个人，就说明有快要50个人。我今天踢掉了两个嘛，有50个人输我。嗯，你们看看，还是哎，你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哦？就是按这个搜寻就有。哎呀，我今天才知道。哈，你们战力输我，哼。好，我现在来采石头，我真的是好缺石头跟木头。嗯，好棒哦，这功能好棒哦，我现在才会。哦，阉割功能在玩，什么是阉割功能？阉割功能是什么东西？自己在地图找近的财路，可是我不会看那个地图，懒得看。如何快速切换到大地？我知道，就是按这个啊，按左下角这个啊，再按一次就会到大地图了，然后就可以缩小这样。这个我会，你们看，我也是有东西可以教你们的吧？哈哈哈。
题就丢多分。可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讲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解释说，就是这个东东要怎么叫出来啊？就是它很难解释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提出来？可能有我会的可以解答，或是我不会的，你们可以教我，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我少用功能这样，有点像比赛让一只手。我没有让一只手，我让了一个脑袋给你，因为我没有脑袋。对，我觉得我有点，我玩这个游戏，其实玩围巾其实是需要一点战略头脑吧，然后就看接下来要去攻占哪边的领土什么的。然后我这个是属于没有在用头脑玩的，盲点。对。哎呀，对，我这个我都乱点哎。没关系，我有军师，你们是我的军师，你们帮我提点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就是这样子。好，我现在去地下城找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亮亮的啦。这游戏好复杂哦，这个需要脑吗？需要，这个困难呢。这是哪里？回来了。遗迹可以报名的，有，我都有报，我上次也有报，我都乱按就报名了。在学校说都没看书，然后考很好的同学，哦，对啊，我都乱玩，然后战力第五。坐骑的差别，坐骑，我有回收掉一些坐骑的啦。坐骑的差别，看看，来研究一下。我坐骑哦，对，因为我回收了，所以剩20个。我想说为什么不见？坐骑的差别。我看看，那怎么看我的坐骑啊？这里坐骑的差别。我现在会看了，把99讲。我就是99集满，但是我不够位置放，所以我就把一些低等的回收了，重复的回收掉了。金的坐骑我还没有换到我的英雄最高级等哦。我的英雄，等一下。我的英雄现在最高是伊瓦艾37等。我原本之前都是升这个亚萨，原本都是升亚萨，但是因为伊瓦艾的碎片比较容易拿到，他现在已经升到4颗星了，所以我现在就改冲伊瓦艾，因为他战力比较高。对，所以伊瓦艾37等，然后亚萨是36等。但是因为还是要冲到40等比较好打一些怪，对，还是要40等比较好。很难相信我战力200万，什么我会玩呢、啊、等一下啦，坐骑我会看啦，坐骑在这边啊。我现在最厉害是这个紫色的这个毁灭战马，它上属性上面就有写、啊，只是说我不太知道它的那个，就是它画这个树叶太阳
冰雪，就是我不知道这些差在哪里。对，紫色的碎片比较容易拿到。就是我不太知道那些颜色差在哪里。冰种加成，冰种。哪里有写？中间有加成，有些东西。中间有加成。不太清楚是下面。太阳是枪，叶子是步兵之类的哦。哪里有写啊？这哪里有写啊？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啊？右上的图示就会说明。坐骑的画面就有写，哪里有写啊？右上的图示，右上没有图示啊，是这个画面吗？点它的图案，什么了？哦，他加的会比较少，十等就可以装装备。有啊，我现在有这个我的毁灭战马，它十一等，因为我觉得它漂亮。它十一等，然后我已经把它的尾巴变异了，你们看它的尾巴，嘿，紫色的，漂亮。它那时候有很多颜色可以选，但我觉得紫色有种华丽的感觉。而且你看，
你知道吗？可以这样子转，展示我的马，然后嘿拍马屁，啪啪啪啪，这样子抓到马脚了，这样。谢谢。对，原来所以那。所以你们说哪一个？那我要换哪一个比较好？我真的当宠物的吗？我不知道耶，它属性有分。你们觉得？哎，我是在哪里看到可以换？我记得是35000就可以换一个金色的坐骑。我在哪里看到有一个地方可以换的？等一下，我先踩个石头好了，踩木头好了。去吧，好，后期都是单兵种特化，好复杂的词哦。对，金色开不到，只能用买的。我记得我有一个什么币，它是35000就可以换一个金色坐骑。声望哦，声望在哪里呀、啊？我记得我也是按一按就看到什么地方可以换。是酒馆吗？不是酒馆，不是哎、欸，士族商人，也不是哎、欸，在哪里？酒馆老板不是他，在哪里？我到底怎么玩的？我不知道，就随便按一按，然后就咦，有东西跑出来。其中一个商店底下有4个可以交换，什么东西？随便点一个商店有，可以切成其他商店，在哪里？底下可以切换，我怎么找不到？没关系，有人说在驿站是不是？我知道驿站是这个垂直旁边的这个是驿站，是声望商店哦。对啦，就是它。你看我记很清楚，我就说35000可以换一个坐骑，它35000可以换一个史诗或传说品质的元素坐骑，就是这个吧？这个就是。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要换什么的比较好，你们觉得换生命的好呢，火焰的好呢，还是光明的好呢？因为我其实真的搞不清楚，我现在有79000声望值，可是我不敢乱换。这个也比较容易看到紫的哦，所以也很难，不一定换得到金色，是不是？我不知道要换哪一个好哎，我再看一次那个说明。基本上都是看我什么兵多，我要怎么看？我又在问笨问题，我要怎么看我哪什么兵比较多？我要怎么看我现在总共有多少兵啊？隔壁的音乐也不错。嘿耶！教场还是校场？校场是不是教场？对不起，教场，校场是我，校场不，教场可以看。那点什么可以看？哦，哎，哦，是这个吗？部队总览哦，最右边这个。
么？他是怎么分配？他是怎么分配我哪些兵是城内，哪些是城外啊？今天发现好多新大陆。对啊，我的那个怎么讲？我的大陆已经都探索完了。我的总兵力是153764。哦，在外的是我叫出去的。哦，所以是我现在在采集的，就是城外。哦，哦，呵呵，我想说，哎，要怎么知道怎么训练城内城？哦，原来是这样。哦，我派出去是城外，好。我真的在乱玩，我真的搞不清楚啦，好复杂哦。哦，原来是这样，好，我今天会了。嘿，今天熬多少次？我等一下换，嘿，可以吗？嘿，嘿，所以我的总兵力就是150,000，然后你们说看哪个部种多，哈，那我不叫自己加种，我不知道啊，怎么这个，这个领袖完蛋了是不是？下巴真的是城之内。不是，我已经知道了。他那个兵根本都长一样，好不好？我哪分得出来谁下巴尖？对，我是那个乱玩流派。等一下哦，所以我现在城内驻防的枪兵25,000，步兵22,000，工兵20,000，其实都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可是我的步兵都是那个一等兵，很弱的。我现在只能训练到三等兵。兵种名称旁边有帮我加号。哦，真的耶！不升级嘛？要怎么升级？一等兵可以升级哦。要怎么升级？就是我不知道他，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多一等兵啊？就是一等兵是我等级低的时候训练的啊，可是他们现在又不会，就是怎么讲，一等兵他有办法再上去哦？不是，等一下，我会，就是训练是点这边啊，就是枪兵。战士营地是步兵嘛，然后就是我点，哎，可是我现在在训练，没办法按。我现在在训练，我没有办法那个，就是不是这边吗？就是我可以选要训练什么兵，但我现在最多可以训练的是三阶兵，所以我都是训练三阶兵。可是一阶的兵。可是一阶的兵他是之前的，我要怎么让他那个也可以哦。我先加速完成一个，好，我看一下那个。嗨，你要回家了吗？猜猜我是谁？我家里没有低等。还是我问你，就是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看我们的兵，然后我不是有很多一等的兵吗？然后他们说一等的兵可以训练成三等的，是吗？你们是这意思吗？点第一阶的时候会冒出一个左边有一个箭头，等一下哦，等一下，我还是要先看一下我要。一多，我看我的一等兵步兵跟我工兵跟搬运兵都没有一等的，也有哎，可是在城外，我的搬运兵有很多一等的，所以他在外面啊，我的兵要在家哦。
等一下，点地切的时候会冒出一个箭头啊，弄一个城内有的，谁现在在发集结？谁现在在发集结？我不能哎、欸。你会不会也？是我是谁吗？你会不会也不知道了？我想想，我城内有的那就是枪兵跟步兵了。好，那我先把我的那个……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枪兵，主要练枪兵跟射手会比较好。是哦。嗯，因为他们攻击力比较强，是吗？对。那我先把我的枪兵完成。嗯。因为我要看他们说可以升。哎，不是他呀。好，哦，真的有箭头哎！等一下，我的一等兵旁边真的有箭头哎！哦，那箭头是我要去点它升级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点第一箭，那我现在这样训练，它就会变成三等兵是吗？哦，是吗？好像是哎，是假的。你看，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箭头而已。我根本没注意过它有箭头。在左上角哦，所以我嗯，左上角，所以是按左上角的箭头是吗？可是我所以不是按这个训练吗？可是我这个训练的时间，就是我现在训练三阶兵是七小时，然后嗯，哦。什么意思？对他们说按这个的话是哦，哎，好厉害哦！哦，所以怎么那么聪明？我第一次知道有进阶可以按呢。对啊。哦。神宝。晋升哦。成本会低一点哦，原来可以这样，酷哎。对啊。欸，忘记叫了，乱玩，我们才没有乱玩。欸，为什么你们都知道那个箭头可以按呢？他们说男主角出现了，大家也认出是你，厉害，我都还没说。你的情人来了，花心的情人。我刚刚以为有人猜到。有啊，有人猜到了。我都这么高了，居然有人猜到。这是我是谁呀？有肉。这个游戏，哦，低阶兵放着也没差，但是我不需要低阶兵啊。对啊，他们没。对啊。我们需要高阶。哦，所以他原来那个箭头是这样子。对啊。现在知道，我都玩了两个礼拜。对啊。搬运兵可以留一阶的没关系，哦，所以搬运兵不用升等哦。嗯。那一阶不用升到二阶是吗？为什么搬运兵不用？哦，低阶就采集用了，嗯，所以就哦不用浪费资源。现在部队多的话就可以升。部队多又是什么意思？部队国？部队？部队多？部队多怎么样是部队多？部队多？哦，我现在总兵力是150,000，是算部队多。搬运兵 CP 值来，所以不要升满。你们很会玩呢、欸，你们很会玩哎、欸！我今天发现很多新大陆，都没人跟我们讲。对啊，真的不知道哎、欸。我们只有白白的在玩。我们都在乱玩啊。对啊，好困难。就每天都打那个。对，打什么怪、欸？打什么？它叫什么？尼伯龙根头。对。嗯。我兵力多。反正就是有箭头就升下去。没有，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那个箭头可以按。对，我根本不知道那可以按哎、欸，它看起来不像会按。这游戏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他新手教学有教这个吗？他应该要教一下吧。他有教。他有教学，他教学有教吗？他有教这个系统吗？我怎么没看到？我怎么没看到？是我代言还是你们代言？你们来代言好了。
你们朋友可能比较多，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干嘛？你们有他们有条约让步，所以你们跟 JLE 有协调让步。我没有跟他聊过天啊，我问问看是什么意思。新手教学点完有点。我去拿我的充电器，他在死花。我有啊，新手教学的礼物我都有领啊，可是我都没看懂他说啥。有，我都有领啊，我现在已经没有新手教学，因为我已经不是新手了，我是老鸟哎、欸。我每天该解的都有解 啊，已经出发了，我来不及加入了，对不对？诶，我加入了吗？我对不起，哎，我在行军，哎，所以我在加入了。嘿嘿，刚发现新大陆的老鸟，我的这个地图已经探索完了，我的老鹰已经不用飞了。我是不看新手教学的老鸟，我有看，大家我有看，我只是没看懂，对。大团兵补兵车，有，我现在在前往路上，我比较远，你们要等我一下。我的食物好可怜，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才24，在这里24而已。虽然我背包还有，还没拿出来。一堆不懂还玩一堆人的人，我没有玩一堆人啊，我都是乱按。那你有解过那个地下层的隐藏房间吗？有。为什么你也会？他们说地上有东西会发光。小符文。我从来没有看过哎。小符文？你现在那一层有吗？我看。这是吗？没有，它这如果有的话，它这里会有一个东西。哦。你已经到21层。可是我都没有见过隐藏房间，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什么。房间就是会有另外的宝箱。啊，那我都错失了耶！我不知道地上有东西。可是我觉得他们房间给东西也给的很不阿莎，所以也很少。对啊。好吧，那错过好像也没啥，对不对？不是啦，我是说就是一般的。哦，你说解这个的东西，但是你说有可能会得到这些东西，哦，确实，也不是就是全部都会给你的。绿色旗子可以补兵，绿色旗子可以补兵什么？哪里有绿色旗子？我现在在地下城了，对不起，我哪里有绿色旗子补兵？哦，你说打集结的时候可以补兵？集结，绿色旗。哎，你的全部地图都？对，我都探索完了。那，就是全部地图都探索完之后，你假如去打别人家，你的兵死掉了，好像会有50%还是怎么样，会复活到那个什么祭坛。英灵，对对对对，他会写信到这里告诉你说你的兵死了。所以现在探索完就要去打别人家？不不不用不用，我只是说可以打。这么凶哦！我探索完了，我了不起，我要去打你了。我不知道他每次探索完说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就他说可以占领什么地方，圣所啦，探索完他说可以。占领胜利，对，我们根本拿不下来，因为别人已经占了。就是、对，就是、本来的我们输在起跑点。厕所不是厕所。隐藏房间的很多，我来探索一下。我不知道21层，不知道有没有。有什么隐藏房间？对啊。那如果隐藏房间这里会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你总共要找3个。地图上会写吗？没有，这里地图外，这里地图外会写。它会有一个圈圈，然后但是要我走经过它才会显示。不是，就是你一进来，它这里就会有，你就知道、哦、这一层它会有。他怎么没教我？
我都已经玩到20层了，我都错过多少隐藏房间了呢？好几天没开来玩了，你可能已经被我踢出部族了。狂热者，最后再来的，对，我们现在先冲等级，免得我们家被烧光，我们已经没有资源了。我们最后一天大家要打再打，我们一起来。哎、欸，对，全部集结把三三一起打烂。我们太辛苦了，这一个月真的是没有，我们现在才一个多礼拜，好难哦。什么意思呢？小地图左边的环，我还真没看过。We have 什么？不懂啊，他是要跟我和平吗？应该是，但他要开条件吧。就是什么条件？我不知道他的让步是指什么，好复杂、啊。但这个游戏意外的就是玩的外国人很多，外国人喜欢枪支打战，打仗，对不起，打仗。我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毕竟我崇尚和平。大家不要打架，真的吗？不要设宠物岛，哎，这好困难啊！我是宠物岛，这次跟我们合作。我没有战略头脑，而且宠物岛给我们很大方，哎，他那时候是送我们多少金币？很多次，两次。对啊，很大方，我现在都没资源了。最近不是在买 shop。哦，对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买我的东西了，因为最近打围巾都没有空一直去宠物岛玩。外国人很喜欢战争游戏，那我没有办法成为外国人，因为我崇尚和平，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他就一直在打架。不知道这一层有没有隐藏房，但我现在才刚下，没有哦，没有，就是你只要到那一层，它这里面有一个圈圈，就是没有，对，哦，可恶，我错过了好多。我们有一小包礼包，但也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是比他们6000元，就是6000元的礼包还少。他们的礼包6000元哦。没有，我说他们从我们的连接下载，不是说可以获得价值6000元的礼包、哦。他们有拿到好像12个8小时。我们没有防护，对不对？但我们是只有一些资源，可是我们没有防护。我们好像有拿到加速。加速吗？我不太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我们有一小包的资源，但是好像没有到你们的6000元礼包那么多，号称6000元礼包有吧？应该有吧？反正我们跟你们拿到的不一样，我们没有6000元的礼包。对，厂商很棒，厂商最棒。喜欢看房子烧起来来说，不要打架。消防子跟打架不一样吗？嘿嘿，所以这一层没有隐藏房间。那我先把21层破完，搞不好22有。我就说这好困难，我真的是不太会，迷路。游戏零包赔率是2000%，所以6000元礼包只要300块。觉得怎么哦？倍率不是赔率，我眼花了。所以其实6000元礼包也没有很多的意思是吗？我也搞不太清楚。我觉得在跟我玩
文字数学游戏，搞不懂。我刚刚吃完是不是没有补口红？可以补一下。你这25分钟了，太晚了。补一下你的口红嘞。皮克熊，这只是新买的，跟之前一模一样的颜色。我就是沾到披萨的屑屑吧。我站了一个小时，你们没有人跟我说，我补口红才看到。谢谢土司里的啾啾你哦，漂亮。谢谢阿姐的看好你哦。要回家面对鼠爸了，还没。对啊，我现在。我想赶快把这一层破完。我想看，我好想找那个隐藏房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说真的，我们占领这个什么什么水晶什么东东，这可以干啥？就是我这一层收集完了啊，我先找我的出口。出口在哪里？在这儿。迷路了，都是黑的，就是这里要怎么看呢、啊？怎么？你现在在地图外？我出口应该在这兒。你可以直接点这。那我要怎么过去？你要去这吗？我想要去这个，应该是出口的地方。你应该要看这个吧？哦，就去他的隔壁的房间，然后在那个。你这里还没有走。哦。游戏太复杂了，诶，这里也没东西，骗我了。跟路痴说地图怎么看？我会看，诶，这里还有一个房间，是不是出口？不是诶。嘿，来，怎么了？没事，我打一下。因为我其实已经可以去下一层，但是可以多拿一个宝箱就打一下。对呀。去台中？什么？为什么要去台中？谢谢 David 的四叶草。好啦，才获得50宝石3个，好啦，好像也还行。就是这种感觉，假如说你可能会获得这些，然后拿了一个什么？对呀、啊，因为有个疑问，就是你们知道那个什么？借我看一下。背包。这个洗炼果实，它是干什么的、啊？哎、欸，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哎、欸，我每次按完之后，它什么都没发现。对啊。但是我在想，应该是因为我的那个坐骑的等级还不到，就是好，是不是要15等才可以有洗炼果实？就是，所以我前面按等于都是没有用的，对吧？欸，我怎么走回路口了？嗯，出口在哪里？找不到出口。对，要15等升坐骑才能用，所以我现在我前面按的洗炼果实，它等于都浪费掉吗？就是我等级还没到，它为什么要让我按呢？真的全部都浪费掉、欸，但说不定其实有用，可以啊，对吧？
吧，可以按对吧？粉丝数会按不下去，它会存着，可是我按了耶，它就消失了耶。怎么那么奇怪？对，在背包按的。使用的界面，但我现在进不去哦，所以其实会存起来。我们按了它会存起来，是啊，只是那个界面我们现在看不到而已，要实物灯才看得到。嗯，嗯，好复杂。好，反正是我现在不用担心的，就对了。好，我现在打一下宝箱怪。嗯。我要抢走金币放过宝箱怪，还是抢走金币不要放过宝箱怪？有点想放过他，可是我觉得他会攻击我。他一定会攻击你，你没有打死他，他都不会给你。那我不放过。亚萨加油！不要放过我，有时候点他那个有些选择的，然后结果我就被降攻击20%，然后我那一关就打得好吃力。嗯，我们是王国王国已经被日文侵入了，酷337吗？嗯，哎，真的耶，聊天都是日文。但是我还是，嗯，我还是没有找到出口在哪里。我就说我玩这个游戏，你要找出口，对啊，你就看这啊，你点这，这里有路还没走到，哦，你就点，应该在这吧。我每次都慢慢找，然后一直看那个，都从大地图找，然后看好久，不知道在哪。长得像门，因为还没有出现，难怪我会迷路。可是因为它地图我就还没有探索到啊，没有，因为我还没有探索到，所以不知道。有了，该是这里。就是这里了吧？不是，我开那么多道门还没有看到那个，嗯，那打一下呗，拿那么多怪，会突出去一点点，嗯，有时候看不太出来。给他打一下，他打架的时候，我也只能等他打。未结束，我没有找到，我没有未解锁的房间，可是我还是没找到出口。对，这里就是他了吧？要打几个怪？就你点开有没有看？这个路可能好像有没有通的，嗯。你就直接点下去往那点就好了，然后慢等它慢慢走。哦。啊，这个箱子你就去碰，有点空空如也。空空如也。这是终点了吧？最后一个房间了吧？再不是的话，它是下一层。我想要看隐藏房间，哎，
有没有？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人在看，就是微鲸崛起，你们不能从那个 App Store 下载哦，要从我的 IG 有放那个连接，点进去，然后头像旁边去下载，才有算战力。我们很需要战力，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微鲸崛起。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微鲸崛起，真的。对，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可以加入我的部族。对，因为我们部族现在还有位置。对，跟着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不好说，但我现在应该会了吧？我现在已经大致上都会了。哎，我只要到这一层没有看到圈圈，就代表他没有隐藏房间。圈圈啊，所以这一层也没有，好无聊哦。我想要有隐藏房间。还是啊，我等一下去另一边的地下城看看有没有东西。嗯，点到第一个才会有圈圈哦，所以也不是说到那层就会知道有没有隐藏房间，是吗？我现在在那个亡命赌徒，我要跟他赌下注。哼，耶，赌赢了，我已经到下一层了啦。哈，下注，你很缺食材了，我觉得这个好难哦。我食材已经很少，他还有120,000的食材。我之前连赢四次，然后最后一关是400宝石，但我都连赢四次，我想说应该没那么难吧，然后400宝石就没了。然后我那次之后，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要跟他赌宝石了。不过是资源少就算了。耶，赢了，连赢两次了。连输四次，我还没连输过四次哎，但我已经连三次，第四次有点微怕，而且是150,000的食材。不过我食材还，你要去挖？你有去挖吗？有，但是因为我现在要跟他赌，就是如果赌输就没有。我都不敢赌哎。真的假的？可是我已经连赢三次。哦，这么厉害！只是我在想，我150,000有点多，我要不要赌？因为我现在食材也没有很。我不敢跟他赌，我是赌徒，我现在只有150,000，我50,000的有36,000，其实好像可以赌肉，要赌吗？150,000的肉，我要150,000，我玩这个我基本上都会赢哎，他给的东西你们用不太到。哦，就是那个碎片跟洗炼果实，啊，被你们讲到我有点害怕，还是不赌了。好喜欢赌哦，好放弃，我们见好就收。愉快，但是我要去另一个地下城，因为我这边没钥匙了，我想要找那个隐藏房间，让大家看一下我在干嘛。没有荧幕给你看，嗯，然后另外一个我要从哪里去啊？是这里吗？嗯，我要怎么去另一个地下城呢？
圣地，我刚刚去的是神秘圣地，还有另外一个啊，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对不对？他之前不是在这吗？还在换地方啊？我帮你看一下哦。对哦，罗洛的挑战，那个我知道了，罗洛。所以要他现在要从上面进去，他之前都是出现在那个啊，那个叫啥？就是这里。对，那个叫什么？领地事件包，他现在怎么不见了？我刚刚去的是地下神秘圣地，我刚刚不是在罗洛。我没有找到。罗洛难道没了吗？应该有吧，我一个一个点。哎，等一下，我有好多东西可以领，我都没领。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帮米娜去跟其他部族谈联盟吗？有，他们有去，因为我不懂。你们跟谁？跟哪一个部族啊 ？JLE 还是？没有，我们好像是跟 AZZL， 我们那附近的。其实我觉得对吧？是 AZZL。我们现在很不妙哎、欸。哦，他们第四名也蛮大的。你说 AZZ 吗？对啊，对。对啊，哦，你们谈的 JLE 是第三大的，他们直接挂名，离线两天等于 T。哦，他们很严格，他们是认真在玩的。他们这次有直接把林一跟易云的名字挂上去。哎，真的耶，真的耶，他们是朋友了。还是我们直接跟第一名谈？可是港都是 JLE 他们，我们有办法当他们的朋友吗？就是要怎样变成朋友啊？第一名跟 AZZL 有联盟，哎，大家你们知道有礼包可以领吗？他们应该知道吧？他们都比我们灵通。这里有，我再看一下联盟。罗罗的挑战，我现在找不到我的罗罗的挑战。这是不是罗罗？小的，因为这个满了，所以他们塞。序号的礼包，对，大家应该都比我们灵通吧？如果找不到的话，你们可以去部族的第一名的那个介绍有写的。对，维京传奇那边，他为什么不见？他之前不是在那边的维京传奇系列啊，找到了罗洛的挑战啊！他叫我要更新游戏，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我为什么我要玩罗洛的挑战？我要更新，所以我现在要更新。哎，为什么？可是我刚刚去地下城不用啊，为什么罗洛要更新？那更新很久，要三分钟，现在变3分44秒，为什么越来越久？为什么？7分钟，这更新也太久了吧！而且玩这真的好耗电哦。我刚直播的时候是100%，然后我玩2个小时，我平板只剩53%，哎，超耗电。公司网络很差，会吗？可是我在家没有 WiFi， 所以我只能在公司。要11分钟，我这，你都关播了？我对呀，我都在关播了，要10点嘞、欸！它更新很久哎、欸。还是我先把网络关掉？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不差这个网，不是他这更新什么要那么久？而且为什么
我刚玩那都不用更新，然后我点罗路的挑战，他就说要更新。那我觉得游戏最棒、最棒、最棒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帮你翻译。哦，对，超赞！因为它是国际化，很多国家的人都在玩。真的。嗯，结果我还是没有解开我的那个。隐藏房间之谜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发光啊？它那个发光也是很不明显的，很不明显。那我真的从来没有注意过。没有，你就看到奇怪的东西，你都点一点，点它去踩一下这样。网络好慢哦，没关系，我就哦，我下次我努力找看看，很多阿拉伯人哦，应该有很多那个吧，俄罗斯人在玩。俄罗斯人不是喜欢战争，战斗民族，就是战斗民族，还是我那个刻板印象。仔细看会有一个小片的亮亮，我真的没注意过，好笨哦，都玩到20层了。然后我现在甚至下载更新还跑不动，我应该要关掉让你跑。没有，它现在整个就是没有东西，因为我刚刚也开始卡。对啊，他说无法连接。没有了，不可能变成1小时29分，我只是更新要这么久，是网络有多差？为什么要那么久？1小时，刚刚不是10分钟吗？他重新跑之后变1小时，是认真吗？还是我先站，我先停止，然后出去再来？这。这么慢，好了，我回家自己慢慢找那个发光的东东在哪里。好啊，我现在根本就没办法玩了，就是这样。好吧，下一次，我下一次直播。应该是下礼拜一还是二呢？可能会是二的晚上，一或二晚上，还没有确定。到时候我再跟你们分享，我到底就是有没有找到隐藏房间。现在是爸爸一个人睡房间吗？对呀、啊，其实我可以跟爸爸一起睡房间没有关系，但是因为我爸爸打呼太大声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睡客厅的沙发床。对，谢谢 David 的钟情玫瑰。有些人好像会介意说什么女儿是不是几岁了就不能跟爸爸睡？你会跟爸爸睡觉吗？我比较担心。啊，问到一个。很担心。不用尴尬，真的。但我是不太介意，因为反正我就是都很像小朋友。因为好像有听说有些人说成年就不会跟爸爸一起睡觉，但是我爸爸都觉得我没有长大，所以我是没有关系。只是他打呼太吵，我才不想跟他睡，不然我没关系。鼠爸加入仓鼠狗不可能的，他不会玩手游。其实，这次鼠爸回来，我才发现他真的跟我很像哎、欸，就是我们，就是一年大概只见一次面，一到两次，两次算很多了。他这次回来多久？一个月。那蛮久的。对，因为他退休了，他之前要上班就不行。然后我们聊天的话题都是那个益生菌啊，保健食品啊。他说他们最近买什么益生菌，好像听说很好，然后就说，我也有吃益生菌啊，我是这个牌子的，然后它有多少几千少菌几亿菌种，对对对，然后话题都是这种然后健康、哦、然后就说还有买哪一家的哦，像我妈妈的话就是说酵素酶，她说吃那个肠道健康，然后我就说我也有然后我就帮她订了6包，然后我自己。家里有4包，我就把另外3包给他。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瘦，因为你肠胃太好。没有，但是那个
酵素也不能常吃，就是有时候觉得吃太健康，吃太多的时候才会吃的，就是吃的太健康才不会胖。但是就是要平常就是要注重这些保健的东西，对。然后我就发现，哦，我跟他们的话题，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就开始会注重这些，就保健食品什么的，有的没的。从年轻就要开始保养。对，我就是超级多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鱼油、益生菌，我一样没少的，就每天都会吃这些。然后我爸爸说他，没事的时候啊，就我爸爸他也很健康，都不太吃零食。然后他没事的时候就会去跑步，在澳门的时候，他说他就自己去爬山啊、跑步，然后说有时候就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想说，哎，跟我一样。不愧是他，真的不愧是妇女。对，虽然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在联络，但是而且他真的他也没有 IG， 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平常干嘛，我们也不会聊天这样子。对，然后结果发现，因为我们就是兴趣一样哦。然后你知道你们会一起跑步吗？还没有，因为他刚回来。对，但我想说可能也许之后可以一起跑步，但是鼠爸是不可能追得上我的，因为他一个小时跑的路，我应该半小时就跑完。因为我是年轻人，对。然后我就发现鼠爸在家，因为他也不玩手游，他平常无聊的时候，我就听他在学英文呢、欸，就是但是是学那种很简单的啦，就可能什么什么什么餐厅用语，然后就是但是也没有到一个句子，可能就是单字这样子，那不错啊。对，然后他在学英文的时候，然后我就打开我的 Duolingo， 我在学韩文，然后觉得，哎，他跟我兴趣都一样，就是跑步跟学语言。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们那时候拍 MV， 然后就是可能在拍小晴的 part， 我们在休息，我们在房间里面休息，蜜兰就在旁边，안녕하세요，什么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旁边 Duolingo 的声音超可爱，因为那个 Duolingo 要我现在已经连胜65天还66天，太厉害了。可是那时候拍 MV 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累，可是我不想要断掉我的连胜，就是大家都在睡觉。对，然后我就可是因为我找不到耳机，所以我就只能开小小声的，然后但是听得到那样子，我很乐在其中。我觉得学语言很好玩啊，就是学会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我现在能看懂韩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八尾，你学韩文是？你有看韩剧吗？没有，完全没有。你为什么会想学韩文？我是觉得多学。现在韩流很当道嘛，然后大家会看一些韩综或是韩剧，但是我完全都看不懂也听不懂，就我会觉得我想要讲那种，但我还在基础哎，就是虽然学了几个月，但是其实还在基础，就是第一单元是家人，然后第二单元是餐厅，他付费就不会有广告，但是大家知道我是那个免费仔，我就把那广告看完啊。对，我是因为以前小时候有在追 K-pop。哦，对，很多人都是看韩综就会看韩文，就是人家讲可能听得懂，但是要写就不会的。对，我会写，但是很多我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吧。但像学日文的人，很多也是都是看动漫然后就会了，但是不一定会写，但是听得懂。那你不会觉得说学完日文再去学韩文很难吗？不会，我就学完日文反而比较轻松了，因为它语法是一样的，真的，文法是一样的。而且有些发音也很像，韩文跟日文很像。只是学语言是很好玩的，只听得懂脏话，这个是《黑暗荣耀》看得太入迷了。但是其实我也是蛮好奇，就是关于这个韩流的这个市场嘛，就是我会觉得我也想要，我可能说不定知道一点点。就是想要看懂它啦，就是像可能韩综的一些笑点，就是可能我会想要看懂它，然后再去看韩剧这些。你说讲的部分吗？
他有看，就是都想要知道，就不想要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去看。就是像我学日文，我也是先学了一点日文，然后再看日剧，就是我一边当听力练习。但我觉得韩剧很，你说不够好理解哦，就好理解，因为韩剧都是你说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哦。韩国很会拍一些有的没的，可能这个人看得到鬼啊，或者是这个人有奇特的脑洞大开，对，但我觉得学了一点基础之后，可是他们有方言，但反正有基础之后会比较好看，看得懂。就是我想要，可能我现在只是学一些单词，但是我在看了韩剧之后，我就可以把它当作复习，然后把句子串起来。其实蛮不错的，我是喜欢这样。但我最近才学到餐厅有什么茶枪面、炸酱面、然后皮冰汤、拌拌面、拌饭，对。然后还有什么？还学了啥？冷面啊，柠檬之类的。我会听得懂，但就是柠檬한면주세요。是韩国人，你啊，对，韩国是一个人，对，你刚刚讲的是一个人，都是一个人，哦，这一碗怎么讲呢？韩，但我会讲草莓，穷之类的吗？草莓，对，草莓我好像有学过，草莓很简单，试试看。草莓啊，我已经大一级，哦，对，大一级，大一级有那个，然后牛奶是乌油。然后木日，牛奶是最好哦。对，它的字也很好写。就牛奶就长得像牛。对，有时候看它的那个形状，但其实，你看，对，我觉得学语言是蛮好玩的。嗯。你刚刚有一个要说，忘记了。哦，对，水是木日，木日。但我觉得韩文有一种很多种的人。对，我其实我发音没有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先学一点皮毛，然后之后再，因为之后开学就可以去图书馆借免费的书。对，我觉得学语言就是这样，他就是怎么那么可爱，借书嘛，然后你把这本书的东西学会了，然后可能每一本书的重点整理教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买书和学的东西太单一，就是不同出版社的都学一点，这样比较好。对，免费的资源我们好好利用。谢谢米的掌声鼓励，谢谢博成看好你哦。YouTube 上很多 CC 中文很快就上了。你觉得看书学会比较快，还是看那个网络上人家 YouTube？ 我觉得要看每个人哎，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比较，我是书呆子，所以你给我一本书，我就可以把它学好。可是有些人的话，可能就是像我姐就不爱看书，她就会可能就是看韩剧或日剧学比较快。对，她可能看书，她看十分钟就想睡觉了。但是我是喜欢看书的人，对，我很乖，我喜欢看书。学生证搭车看电影都有折扣，哎，对，学生证还有什么好优惠可以介绍给我？我要好好利用。看韩剧最常听到我要疯了，你会讲我要疯了？米秋秀这种，米秋秀是吗？我要疯了，这个真的是，哎、欸，这个书上不会学到哎、欸，书上都是这种比较实用，对，就是其实不会教你如何骂脏话，所以其实我口说没有到很好，就是我比较学的东西都是书本上的，对，可是书本上的其实生活上讲起来其实有一点生涩嘛，像之前看到很多外国人说学中文的时候也是好像学什么就是第一句学的东西，但是根本就用不到。我中文真的比较吗？我觉得外国人学中文会蛮难，因为有些东西没有什么逻辑。Apple 优惠，但我不需要买 Apple 的东西，我已经平板跟 Mac 都有了，差不多就该换的就是我的手机，手机旧爆了。可是学生买手机是不是也没什么优惠？请帮我抓背的肉，哎、欸，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背中，嗯，
就看得苦练马线嘎，是这样讲吗？我不知道哎、欸。抓痒，不太知道怎么讲，我就乱讲。但是我觉得用手比一比就可以，但也不用讲，也不用讲到请帮我抓背吧，可以说先那个开优衣，开优衣，然后就知道，只是比手画脚一下，就是我可能对真的要讲这种很生活化的，我可能也不见得会。BTS 方案有手机吗？是不是没有？好像要。是不是买电脑才有？你还是买电脑会比较划算？好像是，可是我都有了，我只缺耳机而已。耳机？对，因为我买的时候是跟法法借学生证，然后耳机就给他。你之后也可以啊。可是我没有。你现在已经有平板了。平板跟电脑都有了，所以已经没有用不到。你问他说可不可以买手机送耳机？应该是很难吧？太生活化，课本不会教。对啊，所以这是我的那个。落象啊，就是我太书呆子，就是我真的是只会记书本上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才是看可能动漫日剧，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嗯，之后有学生证的话要好好利用，而且有些店家啊，学生证吃饭也有打折。海底捞哦，真的吗？海底捞有打折？它有时候会有特定的店，可能有学生证打八折，我记得。好像不错。八折多。韩文很像韩卤蛋，不会啦！你听，我就要看。如果你是听那种大叔还是大妈讲的，你可能会觉得，对，就是含在一起。像日文听力，有时候有些大叔腔。我这也听不太懂，但是你看像什么，韩星 idol 他们讲话，你不会觉得他们是韩卤蛋啊，就是要看人啊。台湾也有台湾国语的啊，就是这还是看人。台湾也有蔡依蓉啊，蔡依蓉。但我觉得我以前比较韩卤蛋。对，你现在还好。对，现在只要嘴巴打开，只是还是会乐跟日部分而已。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我也有一点乐日部分，然后还有那个，安安有也不太分，还是有点超龄呆。但是我也比以前好很多，我之前更不清楚。我觉得因为要怎么讲，当偶像。就是会有自觉，就是讲话要怕大家听不懂，所以还是要标准一点，就是还是有改，不然我每次讲话大家都听不懂。苹果有教育商店可以选购 iPhone 哦，所以是不是有打折？我记得是不是九月份会有教育方案？它是过了吗？没有，还没开始，那应该是九月份。到时候看一下，因为还没开学，对，快开学了，好期待，但是又好焦虑哦，好久没有去学校了。我帮你查查看。哎，可是有人说教育商店的 iPhone 价钱没有比较便宜，它只是有教育商店，嗯，所以没有比较便宜，那干嘛要在教育商店买？他说7月11日到9月30日，哦，但是没有比较便宜，9.2折，所以还是有比较便宜。那算了，我明年再换手机。就是我手机也还能用。续约的什么之类的吗？续约，你说会有折扣吗？就不是有时候续约加多少钱，可能可以拿换一支。苹果，他们说苹果几乎没有打折，除非我买旧机。就是苹果，应该说。BTS 方案再怎么买，大家可能看起来都还是平板或电脑比较划算。嗯，对，不会有人特别想买手机。只能跟电信绑约，我不知道我约到什么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查查看。嗯，把旧的电脑卖掉，可是还是亏啊！卖二手电脑
我的电脑才什么时候买？去年才刚买。你要放到我们那个刀粉社区，就不会亏了。不要啦，麻烦了。为了一个耳机，我觉得我现在的耳机也很好用啊。我的耳机是那个、啊，在哪里？我的耳机在这。耳机是 Soundcore， 这个也很好用。你想要换？我是没有用过，就是 Apple 配套的 AirPods。我之前有戴过，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差。它的抗降噪功能也蛮好的，它的价，我觉得好用。你有很常戴？我很常，我出门一定要有耳机。那你不睡觉戴耳机吗？睡觉不太会，除非我考试的东西背不完了，我就会戴着，然后睡觉的时候一直重复听自己的课文。我会听那个，就可能要背歌词的时候。哦，对啊，就要一直听。因为我妈打呼也很大声。所以我会睡觉戴耳机，关闭，这是一般，这是嗨嗨，这是一般吗？这个是降噪，降噪。通透，这个是一般，这是一般，我什么都没有开啊。这是通透，好像这个是降噪。喂，哎，你好，但是，哎，好像我的烧控连线了。你讲话。哎，这我不知道我刚刚啥模式。我也不知道你是啥。我是这样，好像舒服的比较合我的耳型一点。它这个耳型。但我之前在小。又太小，再大的又一直挤出来，所以这个耳型是我最刚好的。这个。我戴起来是蛮习惯的，这我觉得没有坏，就可以暂时先不用。啊，他们说我现在是耳机的声音，我开到了吗？因为等一下，你们那边会卡顿吗？现在卡了，为什么？等一下，嗯，好了，顺了，但是声音是还是耳机的吗？刚刚卡是因为你有拉下来。拉下来、oh, 所以才会卡，正常的。好，太棒了。好，我的维京崛起还在下载，没关系，我们都聊了这么久了，没关系。他刚刚说两小时，然后又变一小时。诶，对，刚才跳两小时，他跟市民高起来一样的。好塞好塞，时间越来越肉肉像个保姆一样，有吗？我是他男伴。谢谢秋翔看好你哦。欸，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太傻嘛。就是因为我那天好像跟吴奇辉在讨论，就是我什么我们 MC 的时候，我就说好像就是我都是那个被吐槽的角色，然后我就说吴奇辉感觉是吐槽意，然后他就说他不是，他其实是被吐槽的角色，然后就很纳闷，我想说，可是我们带 MC 的时候，好像都是我被吐槽啊。嗯。然后吴奇慧就说，那是因为我身上太多槽点，所以他忍不住吐槽我。你有什么槽点？就是我不知道哎，就我讲话好像很，我不知道，他是很多槽点，就是食物链的概念吗？就是我对我感觉我好像在。食物链底层吗？就是比起吐槽，我更适合被吐槽。团七，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感觉我很欠照顾嘛，就是我太容易冒冒失失了。这个是相对攻守的。但我是真的很常会在冒冒失失的成员后面捡他们冒冒失失掉下来的东西。对，好像是我之类的，或是Nina, 或是衣服没穿好。七七，Nina，你是不是有什么？啊啊！真的很常
人的手肘也是啊，这我就那都已经是上场前不到三十秒，那个片都快播完了，那个排名，然后是姐姐突然冲过来，谁切手肘在更衣室？这是我，然后还有那个，对啊，有时候忘记穿蓬裙还是什么，忘记穿安全裤，我就不上台了。还有什么什么裙子夹到，哦，然后还有我们高跟鞋。就是高跟鞋，我们之前在室内拍照的时候，姐姐底下会帮我们贴胶带，对，贴那个绿色胶带，然后她就说那个出去外面的时候要撕掉，不然它会脏掉。没有，就是贴胶带它就没有止滑，所以出门要撕掉。然后我就撕了前面，我没看到后面也要撕。然后重点是我都回来了，就是我都跳完舞回来了，才发现。就那个服装姐姐，她常常都走在我后面，说：“米娜，你这个鞋子这边胶带没撕掉。”然后就：“米娜，你这衣服没穿好，你裙子夹到了。”然后什么，她就一直在我后面很焦急，就是服装姐姐。然后都想说，我真的是，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很抱歉，我都几岁了。然后，而且哦，还有新的单曲的那个制服，那手不是那个绑带吗？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绑。然后每次我都就是要出去的时候，我就走去服装店，那个我不会绑。他说：“哎，我真的觉得你们每个成员都应该就是上一个培训课，教你们怎么绑那个。”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上了我还是不会啊！”就是他那个绑带很复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绕。还有那个手牵手公演，绳索的时候，我们不是这里有一条那个带绳子在这吗？肩膀上。我到现在已经跳多久？一年了，我还不会穿那个，我还不会绕那个绳。这绳索那套不是有那个吗？我每次穿进去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绕来绕去，然后就卡半天。然后姐姐就会说：“来来，你重来，我帮你了。”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我到现在我不会自己穿。”你不会觉得穿上去怪怪的吗？不会啊，我不知道它怎么绕，到底有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对。服装那个，我觉得我有障碍，就我没有办法自己穿。不是那个绳子，你们自己绕开，它真的很难绕哎。就是我们是里面要先穿里面那个裙子，然后外面那个外套嘛，然后它那个带子就是它很复杂，它就是不知道怎么绕才，就是它是这样子在这边。对，我会把自己绑住，真的是很困难。我下次上台看到一颗漏洞。可是我有一次公演，我有成功绕。对，你已经跳了很多场公演。对，可是我就有绕队过去，我那时候我不知道，就刚好就突然就一绕，然后就很开心，我就跟姐姐说：“姐，我第一次自己成功穿成这衣服。”可是我下一次还是晚，我上个月公演也不会了，就是突然会了，又但又不会了。对，就是运气问题，没关系，但。我每次都说对不起姐姐，我会努力记得下去。不用对不起、啊。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姐姐已经很忙了，你知道他们每次公演这样弄我们那一堆一大堆衣服什么的，然后我每次都穿不好，然后就觉得就是帮姐姐制造那个工作，就是大家都能自己穿好，但是我那么大了，我为什么穿不好？不用紧张，那个粉丝还没有喊 uncle， 我们都还有时间，好不好？但我就不知道，我就好紧张，然后而且我又很焦虑，为什么我那么大了没办法自己穿好？没关系，在我们眼里你还是小朋友。我真的是真的不知道我有什么困难，粉丝会等是没有错。结果说等一下，你还没穿好，等一下你们阿口罗，等一下他，好难的。那个啊，等，没事，我就出去了。谢谢果冻姐，还大声说爱你，爱你。对，我会继续努力，希望我下次可以穿好它。好。我直播也差不多了，我今天还多播了半小时。对，我本来说播到十点。好，我会有学会的一天的，我相信。哦，对，我每次都说对不起姐姐，我真的我会努力学会，然后姐姐就说
没关系啦，这样才像 Mina 不是吗？然后我就想说，姐姐你觉得我没救了，就是一边帮我穿，就是一边像个保姆一样。没事啦，这样就是 Mina， 就是长不大，救命！然后还没更新好，对，为什么那么久啊？真的还没更新好哎，他还在宅录，好了，不管了。我的围巾还没摘好，哎呀！下一次直播应该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晚上，到时候再我再更新在我的兜粉形式里，然后 IG 也发一下，跟你们说一或二晚上。我会的话，姐姐不太习惯。我真没救了我。好，最后再宣传一下，如果还没有下载维京崛起的话，可以从我们的那个 IG 精选线动有个维京崛起，点进去连接里面，然后找到头像旁边的连接，点进去就可以下载了。然后要点我的头像的话，就算是我的战力，然后也可以加我的部族一起玩，然后可以找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玩，不一定要加我的部族，可以加 AZZL 更强大的部族，不需要再337啊，别的也可以。对，就是这样。好，大家一起冲战力，是只要50个粉丝有到21的就可以，然后要两个到100，是1000万战力呢？对，1000万，然后50个是400万，五十个400万，23不是21的，为什么一直讲23？21的，大家我们就佛心玩就好了。对，大家剩下的日子好好玩就好了。没事了，我现在你现在首领大厅几的？我现在首领大厅10，我看一下。因为肉肉说他氪金应该有，你粉丝知道你氪这么多吗？他们没有特别问，会不会特别讲？就是小课，小课，我可能没有那么有钱，四位数字的小课，没有，长得超多，是9999块也是四位哦，1000块也是四位啊，反正呢，我的是18，我我现在是几等呢？我是17还是18？19、21，我也是18。我没有氪金，你看有没有氪金其实是差不多。你在讽刺我吗？没有。那我我18。啊，我18，没有了。所以大家其实有没有氪金，其实大家看看个人需求啦。如果你像我一样，我只是间多，没有玩的那么认真而已、啊。我是每天惊醒，就是维京崛起。你不是维京崛起，你是 Mina 惊醒。Mina 惊醒的。好啦，大家玩的开心就好了。对，好，大家一起加油。我等一下就升19。我现在没有资源了。努力采集中，我现在在更新，没办法玩。好了，谢谢小管面先救救你哦。那大家就一起朝400万战力21等的首领大厅努力，1000万就再说。好，大家一起加油。来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今天的从第十名念。第十名是瑞荣，谢谢瑞荣。第九名是秋翔，谢谢秋翔。第八名是果酱家，谢谢果酱家。第七名是博春，谢谢博春。第六名是阿秋，谢谢阿秋。第五名是 CKU， 谢谢 CKU。第四名是小管面线，谢谢小管面线。第三名是土司机，谢谢土司机。第二名是果冻九号，谢谢果冻九号。第一名是 Davy K， 谢谢 Davy K。好。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直播，下次直播的时间再通知你们，反正不是一就是二晚上。好，大家下礼拜直播见啦，拜拜，拜拜，晚安，拜拜。
我做的很丑哎、欸，对不起，我刚做的有点水。照太狭眼。